奶奶，这么多紫薯，等一下给你做个紫薯糕吃哈。好啊，紫薯切料都蛮好。紫薯糕里面加点核桃更好吃。奶奶，放了这么久应该凉了哈。凉了。要不要这样，奶奶？来尝一个。奶奶会不会好甜啊？不会，很好吃。这紫薯糕很不错，很好吃啊。